好似好多油水咁喎，哇，好食喎，好似成個都係咁樣嘅喎，哦。嗱，呢個又係不可不食。大家好，我是多倫多阿妹，大家又見到我在酒樓入邊食嘢咧，因為咧萬錦有一段時間咧就已經係刪咗堂食噶啦，咁我依家就係重開堂食嘅第一日啦，咁我一定要嚟幫襯下啦，支持下啦，飲食業係咪？咁我依家就喺多倫多萬錦市嘅明月軒，咁我再嚟喺呢度飲早茶。上次就喺出邊啦，騎樓底啦，今次咧我就喺入邊咯，做堂食。咁大家睇下個地方都幾靚噶，佢又將嗰啲即係拉曬個屏風啦，由底到頂啦。咁就變咗個空間就幾可以話幾獨立下啦。咁其實如果因為佢嘅新法例咧，就規定咗啦，每台就只可以4個人啦。咁如果超過4個人嘅點算咧？都有辦法嘅喎、哦。佢哋係一個房，咁就2張台，咁就可以我哋坐4個。嗰邊坐4個，咁就變咗8個咯。咁或者係呢邊4個，嗰邊2個，又6個咯。咁呢一個係好好嘅辦法嚟嘅，可以一家人喺埋一齊飲茶食飯，又可以有翻自己嘅溝通嘅空間。咁唔講咁多啦，我就點嗰啲點心先啦，因為呢度今日係星期六啊，11點前咧。呢度都有均一家嘅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就一台就唔止4個啦，佢淨係限坐4個，咁我哋係5個人啦，就唯有分2台坐，咁就分2張單啦，一台落3個人，一台落2個人，咁就一家人就喺度隔台，相隔台嚟食。大家喺度傾偈咧，都幾好玩噶。點心咧，我哋就點齊啦。不過喺落單之前咧，大家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俾 like 啦、share 啦，同埋點著個小叮噹。咁我哋就14樣，咁就先咧就嚟咗6樣先。咁個品質應該係。一陣間再試下睇下個情況係點樣，開翻堂食第一日啦，咁或者係都衞生啲啦，咁個豉油咧就係獨立包裝嘅，食下只燒賣先，哇！跌咗只蝦。都是咁好味，一樣咁彈牙。個蝦好似又多咗啲添。咁就到牛孖筋啦。哇！淋得好緊要喎，真係好淋，好似棉花咁淋，非常有味，唔係淋啊。
跟住試過牛肉球先，好大隻喎！一人攞把鉸剪俾我，剪，嘿嘿嘿，入邊有葱啦、馬蹄啦，同埋好濃嘅陳皮味，非常好嘅牛肉。哇！發覺一路北咧，一路呢個柴魚花新竹好多料。哇！食下先，好似比上次多。哇！好香喎，好精彩。我柴魚就有啲咬口咯，嚼下嚼下咁咯。花生就好中化個花生，個味道調得非常好。幾多南瓜哦，粟米粥。一啖咁多啦，都好甜。不過兩個嚟講咧，我就中意柴魚花生粥好啲啦，覺得鮮啲啊個粥。咁啊，食就鳳爪先。好，下邊有哦，一樣有雲耳。腍咯，雞腳唔係鳳爪，鳳爪一樣咁樣，即係明月軒嗰啲嘢咧，係一樣有翻咁嘅水準嘅。啊，倒啲豉油落啲腸粉嗰度先。啊，唔好喎，自己食幾多倒幾多。呢嚿都係牛肉腸。因為呢度嗰啲牛肉好食啊，所以牛肉腸咧係我嘅首選咯。蝦腸都好，但係只蝦就幾大隻蝦嘅。之前我食過，咁今次我就食牛肉腸。入邊係有好香嘅。芫茜啊，定係葱啊？芫茜嗰啲牛肉嚟噶，非常好食。個皮就傳統嗰只腸粉皮咯，一樣係即係厚薄啊，差唔多都係咁樣，唔會太厚，唔會太薄咁樣。因為個牛肉咧入邊都係有陳皮味咯，都有啊，有啲細細粒嘅馬蹄粒，咬下咬下有陣時都幾得意噶，索索聲。好啦，跟住咧我就試個生煎包先，摸到落去咧個皮咧都好軟熟啊，唔使食落口，一摸落去都已經係。好軟熟啊！入邊有睇得到嘅有蝦啦、瘦肉啦、冬菇啊，有少少嘅馬蹄，個調味又係調得非常好，又唔太厚喎。嗰啲皮，即係細細個有得食咯。等我稱個潮州粉過嚟食下先。仲可以當你，放咗落台，都唔穿嘅。一樣咯，有
沙角啦，少少嘅冬菇啦，蝦米啦，瘦肉啦，啊餡料係好豐富嘅，滿嘅，哎，就最緊要啦，花生。潮州粉果的精華就是有花生，剪個雪生包先，招牌雪生包，啊，剪到尖了，哎，哇，底啦，個皮啦，好脆的做咗底，另外咧入邊有叉燒都好豐滿。咁同埋我呢家食緊嘅時候咧，已經係凍咗啲噶啦，但係都好脆咯。同上次一樣啊 ，keep 住水準，一樣咁好食。呢、這個呢度嘅新嘅點心啊，係奶黃榴蓮包，又同大家解構一下先。我哎，哇，好似好多油水咁喎！哇，聞到有啲榴蓮味啦，加埋奶黃嘅感覺，睇下點先。哇，好吃喎，好似成個都是榴蓮咁樣喎。哦，哇，這個又是不可不食，真係個混和得嚟咧，係另外一種嘅風味咯，唔會太甜噶。個配搭係啱啱好嘅咯，係適用榴蓮加奶黃，嗯，好食。咁個皮又好柔軟，好腍咯，都係必食之選啊嚇！甜品嗰度，咁不嬲就我以前就有食開呢個嘅木瓜千層糕，我食少少啦，唔食咁多啦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是很薄的餡來的，五層蛋糕夾住入面很薄的四層餡，一二三四，是啊，四層餡加五層蛋糕夾埋九層，嗯，這個很清甜的，這個還有有些木瓜蓉下去，又是很特別的甜品啊，這裡，哎呀，當我吃得七七八八的時候呢，這裡的工作人員呢就開始派這些了，啊，十一點之後還有精彩的東西，有一個龍蝦粥啦，生滾龍蝦粥，另外可以加乾炒牛河或者是七彩的銀絲炒米，即是炒米粉啦，另外再加個三個點心，可以加蝦餃啊、燒賣啊或者是其他的嘢，咁 total 咧就48元，或者咧呢，這個就是點點心意啦。或者是後面的午市特色套餐了，又是由11點開始，到下午3點的，有龍蝦粥啦、菜心啦，揀一碟嘢炒嘢，乾炒牛河啊、炒米啊、炒粉絲啊，或者是瑤柱蛋白炒飯都得。咁呢個平5元，43元，咁計起上嚟好似～這個都很值得啊。
頭先嘅三滾龍蝦粥咧，嗰、那個套餐咧，原來係星期六日或者係禮拜尾，由11點之後至到下晝3點自有供應嘅。今次咧個食後追蹤咧，我就覺得咧明月軒咧就保持嘅水準啦。咁例如燒賣啦，我覺得就仲有進步添，牛肉就更加好啦。我最中意食呢度牛肉，同埋呢度嘅柴魚花生粥係好好味嘅，仲有啲新點心啦。另外佢都有啲新措施啦，有啲新嘅優惠啦。咁山滾龍蝦粥，希望下次試下啦。呢家次睇到，我哋5個人啦，連埋小費啦、茶錢啦、税啦，咁一張單咧就54.5，另外一張咧就23.49。不過我哋食咗係好多嘢，14樣，找數。